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米恩 TV， 我是丹尼尔。今天呢，我来到了桃园捷运站，这边呢其实是跟桃园的高铁站是相通的。你出来之后呢，它地板上呢就会写，如果你去华泰名品城的话，请往右边，往高铁站公车站就往左边。宜家家具的也是 XR 的话就要往右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左跟右有什么分别吧。因为我来的时间比较早，是那个华泰名品城没有开通，那我们先不走，走另外一边，这是高铁的那一边，往左边之后呢，你会看到有扶手电梯，但千万不要搭那个，不然的话你要过马路很惨的。我们呢走的那个高铁呢是另外一边的，在窗外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公车站，是客运就在那边吗？要运的这个是出口一高铁桃园站，远方就是宜家家具喽。这是蛮方便的。直接进去的话，从这个出口六就可以直接进入那个桃园高铁站里面了。那我还是想带大家看一下周边的环境，进去就是高铁咯。那外面呢，你所看到的就是刚才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桃园捷运站这边的桃园高铁了，环境非常优美的。你要走那个计程车的话是在这边，你就可以搭小王，也是可以开车来这边，当然有没有位置现在看起来是挺满的，你只能够去这个临停接送区咯。这临停接送区呢是用了外国一个观念，就是 kiss and ride， 就是你亲一亲就跑咯，你就跑走咯，千万不要停留的，这个就是 kiss and ride， 临停的意思哦。然后我终于找到他高铁桃园站的那个牌子咯。然后呢，如果你要去药房买些东西的话，这里有一家松本清的药店的，那还有一家是一风堂的卖拉面的。今天天气很好啊，最适合来外面活动。外面这边你要呼吸新鲜空气的话就是来这边咯。我说的呼吸新鲜空气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吗？对面呢就是那个宜家家具，很大的宜家，整个几层都是它的，就跟其他在台北市的没法相比了。台北市我也没有看过有几家是整座都是他的。然后这边呢叫 Starbucks Coffee Company， Starbucks 我自己没有很喜欢 Starbucks 的，我觉得它的价格太贵，性价比不够高，但是你喜欢的话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呢，这边另外一边呢还是有停车场，还有小王的计程车。那一块空地不知道就想要做什么。我们继续绕圈圈，绕圈圈。桃园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它没有完全的发展了。它不是没有发展，但它是还有很多空间可以发展，所以
就是我想未来了，特别桃园机场呢也是很方便的，你可以搭高铁，也可以搭那个桃园捷运来这边。所以呢，哦，这个停车场呢的扫盲特别多，就是都在等人，是车等人，不是人等车哦。这个就是那个计程车的乘车站。然后这边呢有 Mos Cafe Mos Burger 啦，想要吃汉堡的话就可以来这边咯。有另外一个好像公园一般的的地方，也是给人呼吸新鲜空气的。哦，这边没有人吸烟呢，真的是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哦。哇，因为我是用 T Pass 那个基隆台北新北桃园的那个月票来的，所以其实我没有特别另外花一分钱，我只是买了月票，所以就可以来到这边。嗯，欢迎来到新北。那个是直达车吗？没看懂，没看清楚啊，因为它有广告。Drink coffee, be simple。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去里面，告诉你这个桃园高铁站里面有什么东西吧。嗯，那是从6:20到11:45的，是不可以过夜的。这边呢就有蒸鲜、狗狗、吐司，但他没开门呢，蒸鲜的。然后呢，这个车站没有很大，但是还是有些位置你可以坐的。还有清波咖啡 ，Simple Coffee， 哦，不是 Coffee， 咖啡。各位旅客您好，九点。这个是连锁来的。这个格局就是说，他没有想要你留在这边过夜。所以位置没有很多，但是你要 car rental 出租车和运输车还是有的，固定蛋糕买纪念品的地方还是有，用电话的富邦银行还有是可以存钱的，这是刚才的那个松本清的药店一风堂，但现在太早了，没有开门了。Mr. Donut 的甜甜圈，还有就是日本系列的吐司、太阳糖、Seven， 这手机也在这边。哦，我觉得桃园这边富邦银行蛮多的，有四个机台都是有存钱服务的。然后这边呢，一号出口这边呢，就有这个旅客服务中心，有大溪快线。阿仁牛杂饼，局外人，他预约时间没到，他是 tart 的 pastry 的甜点类型的。然后旧镇南也是卖伴手礼的，然后你要找是什么时候有什么车是看车。各位旅客您好，9:40。然后你的行李包、行李箱坏掉了也可以买的。即将进站，请旅客前往第一月台搭乘，并请留意月台间隙。嗯，有圣诞树哎。各位旅客您好，高铁7:03，开往左岸。那老公公我有看见呢，还有置物柜，但那个置物柜不是很大，没有富邦银行太多了吧。 Mos Burger 的他能够坐的位置不多，有旅客服务台，警察站也有，还有他的售票处。然后我们就回到那个
彰显高科屋了。首先来说，从台北从台，我是从台北车站到那桃园捷运到那个桃园捷运的，然后呢，桃园捷运这边跟那个高铁是相通的，所以呢，你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桃园的高铁了。那我的介绍就到这边了，拜拜。